想知几时入货，几时沽货？我哋嘅课程有实例分析，教你系统选股，助你寻找最有上升动力嘅股票，同时亦可避开下跌嘅危机。欢迎报读技术走势进阶班，新班3月22日星期四开课啦，有夜晚班，欢迎网上报名。资财 TV 港股走势话你知，美股昨晚嚟讲咧就大跌啦，跌咗204点。嗱，咁嘅港股方面嚟講咧，都拖累，拖累咗低開咧284点。咁不過開市價嚟講咧，亦都今日嘅最低點。嗱，個價位報20522点，之後嚟講又反彈翻。咁喺11:20嚟講咧，就見到今日最高位啦，就20733点。今日嘅高低波幅嚟講咧，有211点。恆指收市價20628点，下跌咗咧178点。成交方面咧，比較昨日咧係減少咗嘅，有789亿。其實今日嚟講，你會講下個別股票。有啲股票嚟講咧，就炒股唔炒市嘅。咁點樣揾啲個別股票呢？其實有啲方法嘅。咁我哋嘅進階班裏邊咧，有時會教到用一啲軟件去揾嘅。咁有個技巧嘅。咁大家留意一下呢個技術走勢進階班啦。嚟緊咧3月22日咧開課嘅，禮拜四嚟噶。如果大家想學嚟講咧，呢個班係推薦俾大家嘅。好，我哋先睇圖表先。今日大市方面嚟講咧，就下跌178点。不過都算好啦，因為點解咧？跌幅方面咧收窄咗。早段開市嚟講，大市跌咗咧284点，不過後來跌幅收窄。留意到喎，呢一個咧係一個嘅陽燭。放大啲俾大家睇睇先啊。裂口低開，呢個開市價就係最低點，跟住反彈落翻嚟收市。其實咧，佢係升過，不過咧個力度唔夠，咁所以你形成有隻手部跌翻落嚟。不過佢低嘅階段嚟講咧，又低唔過個開市點喎，破唔到底喎。咁所以現在形容個走勢點樣形容咧，就4个字：反覆就偏淡。我哋如果直接下跌咧，就下錯啦。但現在唔係，係反覆，即係意思個市有啲彈下，不過咧都係軟嘅，就反覆偏淡啦。咁所以現在嚟講嘅走勢方面咧，有機會咧進一步會下跌嘅。咁跌到幾多度啊？同我哋之前提及到呢個低點，咁啊17822，好啦，反彈去高點21760，回吐翻0.382，即係去到呢個幅度咧20256点20256。所以仲有一個下跌空間嘅。咁所以你禮拜一提及有隻嘅。沽輪16999，恆指發興嘅沽輪，當時個價位收市咧0.184，到今天嚟講咧就0.213，升16%。咁昨天提及到一隻60146，一隻恆指嘅瑞銀紅證，咁昨天收市價0.127，今日收市價咧0.152，升咗20%嘅。呢兩隻嘅輪咧，一隻沽一隻紅證嚟講咧，都再保留，可以食盡些少先，食盡些少添嘅。咁好啦，現在你又有時話炒股就唔炒市，有冇個別股票留意一下呢？有噶，我哋用啲嘅技術軟件去揾，咁有啲經驗加埋落去，再揾啲技術軟件幫你揾嘅。有隻308，308嚟講咧，呢只咧叫做香港中旅。佢個收市價今日嚟講咧1.59角，升咗0.05，升幅有3.25%。成交方面嚟講咧有1800万。呢只嘅股票嚟講有咩優點咧？有兩個優點。一個咧就有個大陽燭，個陽燭方面咧，你見到咧實心體比較大嘅，即係代表夠力，同埋個加權平均線嚟講咧，你見佢都掂住噶啦。10天同20天加權平均線係掂住嘅，咁其實現在嚟講有機會咧，隨時咧係爆上上邊嘅。咁啊爆上上邊嚟講咧，你發覺咧有機會破頂添嘅。咁所以呢個走勢方面嚟講咧，有機會咧有個所謂爆破嘅現象嘅，一個爆升嘅幅度嘅。咁所以大家留意呢只股票啦，要。另外咧提翻大家。我哋今日禮拜五咧，美國有啲經濟指標公布嘅，就2月份嘅失業率指標係今日禮拜五公布嘅。今次預測數字嚟講咧，就8.3%，同上次嘅月份咧都一樣噶。咁呢個指標嚟講咧，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噶。好，明天再見，拜拜。